春晚会应该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，不过呢，这个强台巴马现在是朝这个台湾东南方的海面直扑而来，预计呢，明天中秋节开始之后呢，就会对台湾造成影响了。到时候包含了北部、东部地区呢，有可能会下雨，有些地方呢是看不到中秋月亮。那么至于全台的雨势呢，会有多大呢？中央气象局预报员说，这个台风逼近台湾之前哦，是没有办法预估的。倒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是用超级飓风来形容。